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享誉世界的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博士。十多年来，他所做的几百万次的水实验震动了全世界，他们的实验成果被写成图书出版，如今已被翻译成许多种语言，在全世界70多个国家出版。中文版图书的名字叫《水知道答案》。江本胜博士还被邀请到联合国做专题汇报，主题就是世间万物都是可以沟通的，人类的想法决定着周围的环境。人类心里的念头，包括说出来的话和写出来的文字，对水有哪些影响呢？For one sample of water, we drop about 0.5 cc's onto each 50 petri dishes. Then we take those 50 petri dishes and freeze them in a freezer at minus 25 degrees Celsius for about 3 hours. We take those frozen samples into a refrigerator that is set at minus 5 degrees Celsius. A microscope with a camera is set up. There we take photographs of each of the 50 water drops individually. We first take photographs of water that we did not put any information in. Then we take the water with information and do the same procedure just described. We take those before and after photographs 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s.When we projected the feeling of love and thanks to water, it made the most beautiful crystal. At times like this, I think water is at peace. 这个实验既很有意思，又确实令人震惊。自然界一切的一切的确是一个整体，根本无法分开。你的心好了，他们也就好了；你的心坏了，他们也就坏了。今天科学实验的证明和2000多年前中国的老子所讲完全一样，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美国的地铁站，这些科学家们正在向社会大众解说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And what affects it. Now, water is the most receptive of the four elements. Mr. Emoto thought perhaps it would respond to non-physical events. So he set up a series of studies, applied mental stimuli, and photographed it with a microscope. The Chi of Love. And we move along here to Thank You. And you can see where he taped that, to this bottle here.But if you read Japanese, you already knew that. Now, Mr. Emoto speaks of the thought or intent being the driving force in all of this. The science of how that actually affects the molecules is unknown, except to the water molecules, of course. And it's really fascinating when you keep in mind that 90% of our bodies are water.Makes you wonder, doesn't it? If thoughts can do that to water, imagine what our thoughts can do to us. Man, 如果不相信自己的念头有这样大的影响力。那么请看下边的科学实验。水能够看得懂人的意思，在玻璃瓶上贴上感恩感谢，水的结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不管用哪国文字，只要人的心是感恩的心，意念是感谢的意念，水的结晶都非常美好。这是中文的感谢，这是葡萄牙文的感谢，这是韩文的感谢，这是芬兰文的感谢，这是俄文的感谢，
这是罗马尼亚文的感谢，这是泰国文的感谢，这是希伯来文的感谢，这是土耳其文的感谢。再给瓶子上贴上其他内容，比如夫妻之爱，水的结晶竟然是大结晶拥抱着小结晶，就像告诉人们夫妻恩爱中各自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再贴上家人之爱，水的结晶竟然一层套着一层重叠在一起，如同三代同堂，仿佛在告诉人们真正的家庭之爱是老幼不能分开的。再贴上邻居的爱，水结晶里边的六瓣紧密地围凑在一起，好像在互相帮助。再贴上相思相爱，水结晶竟然出现阴阳两种样子，就像一男一女，仿佛告诉人们男女有别，各守天性，才能紧密在一起相亲相爱。再看这个水结晶，它是不是非常的美？你知道给它贴上了什么文字吗？就是人们常常说的，也是人们最爱听的，我爱你。这些无数的美好的水结晶，这些几百万次的科学实验，揭示出来了宇宙人生的自然规律和真理。也就是说，不管是人类还是山河大地，世间万物没有不喜欢美好的，没有不需要爱的。你真正爱他，他给你的回报没有不是美好的，连水都需要爱，更何况人类呢？那么水能够看得懂意思，它还能够听吗？下面就是对着一杯水朗诵江本胜博士所做的一首诗。欢迎来到地球，这一趟路途遥远，真是辛苦你了。这里暂时会是你甜蜜的家，你就在这里慢慢平复旅途的辛劳，爸爸跟妈妈会一直守护着你。你知道水听到这首诗之后，它的结晶是怎么样的吗？这就是它听到这首诗的样子。你看这杯水的结晶多么的美好啊！如果你把这杯水喝下去，我们相信你的身体一定会很健康，很受益。这就是你对一杯水很好，这杯水给你的回报。这是一些学习传统文化的孩子们，在吃饭之前，他们要对着食物念诵感恩词。饭食之德，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自奉必须简约。自奉必须简约。宴客切勿流言。宴客切勿流言。饮食约而今，原书欲珍馐。原书欲珍馐。勿贪口腹而滋杀生禽。勿贪口腹而滋杀生禽。萝卜白菜保平安人生。萝
福若饮食，不如人不生饥，不如人不生饥。厨中有剩饭，厨中有剩饭。路上有饥人，路上有饥人。请大家端身正义，感恩词开始。感恩天地滋养万物，感恩国家培养富幼，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感恩老师辛勤教导，感恩同学关心帮助，感恩农夫辛勤劳作，感恩大众信任支持。我们现在明白了，这些学习传统文化的孩子们才是最有福报的。像这些学生们一样，一天三顿饭，顿顿都感恩，这些意念都是最美好的。他们所吃到的饭菜，喝到的水，所有的结晶一定都是最美好的。这样的饮食对孩子们不但是最养人的，也是最养心的，关键是最养他们的品德。这在今天的现实社会真是难得的福气。如果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社会也都天天这样做，学做感恩的家庭、感恩的社会、感恩的民族，那毫无疑问，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民族就是世界上最有福报的。饭食之德，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自奉必须简约，自奉必须简约。宴客切勿流连，宴客切勿流连。饮食约而今，饮食约而今。原书欲真修，原书欲真修。勿贪口腹而滋杀生情，勿贪口腹而滋杀生情。萝卜白菜保平安人生，萝卜白菜保平安人生。厨中有剩饭，厨中有剩饭。路上有饥人，路上有饥人。或饮食或坐走，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者先，幼者后。对饮食勿拣择，对饮食勿拣择。食事可勿过则，食事可勿过则。若衣服若饮食，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不生饥，不如人不生饥。不明白传统文化的人，现在看了科学实验，终于才明白我们中华民族古圣先贤的伟大，真正是当之无愧的人类瑰宝。早在千万年前，圣贤就教育我们，爱人者人恒爱之，人只是一个代表。这个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只有爱天地万物，天地万物才会爱你，给你的回报都是最美好的结晶。这部经典叫做《礼记》，它的历史至少在3000年以上。翻开它的头一篇，第一句话就是“物不敬，安民哉”，也就是说，对世间万物没有不恭敬有爱的，天下的人民自然就会安定幸福。所以，人心的好坏，人们念头的善恶，才是决定一切的最根本。现在科学试验还要证明相反的一面，给水瓶贴上很恶的文字，这些都是不善的意念，结果会怎样呢？这是贴上混账之后的水结晶，这是贴上了你给我做的水结晶。
这是贴上了恨死了杀了你的水结晶。大家马上会发现一个问题，其实水正是人心的一面镜子，你的心是什么样子，水就是什么样子。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你的心是什么样的心，你见过吗？你可以告诉他，我见过，我有一颗爱人的心，我的心就是这个样子。人们可想而知，一个人的内心常年保持在这种状态下，这样的人怎么会不健康长寿呢？怎么会不幸福美好呢？反过来，如果你有一颗怨恨的心、邪恶的心、自私自利的心，那也就是说你的心常常是这个样子。可想而知，常年在这种状态下，这样的人们怎么会健康长寿，怎么会幸福美好？这就是今天很多人很有钱、很有权、很出名，但生活的却非常痛苦，找不到幸福的根本原因，因为他的心出了问题，丧失了善恶的标准，做了无数的邪恶事，身心已经扭曲到了极点，痛苦的要死，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的身体里 70% 以上是水分，你身体里的水结晶常常是这种扭曲的状态、丑恶的状态，你的身体能受得了吗？你不难受、不生病，那才奇怪呢。It makes you wonder, doesn't it? If thoughts can do that to water, imagine what thoughts can do to us. So, 每天看看我们这副样子就知道了。人的命运，人的吉凶祸福，完全是由自己这颗心来决定的。命由心造，福自我求，这的确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我们再来看，这是用德语写的混账贴到水瓶上。这是法语的骂人话混账。这是贴上了癌症。这是贴上了放弃。这是贴上了堕落，这是贴上了911，这是贴上了你不行，这是贴上了压力太大。现在人们可以对照一下这一幅一幅水结晶的镜子，来反省我们每一天的心态，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身体那70%多的水分都是什么样子，还有我们身体里的血液，它的细胞、它的分子已经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那么这个人表现出来就是痛苦、疾病、短命。所以一切的灾难都是有根源的，而第一个最重要的根源就是人们不知道反省，不知道遵循自然规律的去生活。这是给水贴上速食快餐之后的结晶，我们看它已经没法结晶了。人们就知道这些用流水线机器生产出来的速食快餐连水都不喜欢，相反再把妈妈做饭的味道贴到水上，水的结晶竟然是这样的美好。看了这个信息，仿佛连水都非常欢喜，连水都喜欢妈妈做饭的味道。由此人们就会发现人类的亲情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中国古人常讲，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子女对父母的孝敬，是可以感动天地的。现代人一直看不起古人，说这些是封建愚昧落后和迷信，现在科学实验证明了先祖的伟大，妈妈做饭的味道是最伟大的母爱，人性本有的伟大的爱心。水不是动物，也不是植物，而仅仅是矿物，连水这种矿物看了都非常感动，它的结晶都这样美好。我们还能说天地都被感动了是封建迷信吗？我们到今天才明白，自然界的万物对人心的感受从来都不是无动于衷的，你善它就善，你恶它就恶，就像水这面镜子一样，人类可以照一照。今天地球自然环境变成这副样子，世界变成这副样子，我们怨不得别人，因为我们的心正是这副样子，世界就是我们的镜子。所以古圣先贤教育人们，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沉迷在现代化的竞争里，疯狂地追求物欲享受的人们，对自然界的真理知道的太少了。你不相信可以再看看水知道答案的科学实验，人类越来越膨胀，迷信高科技，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上帝，可以创造一切。那么现在就把克隆人这个信息贴到水瓶上，我们看这就是水结晶给出的答案。而反过来再回到古代，再让水来听一听古典的真善美的音乐，这是听古琴的水结晶。现在给他听威瓦尔第的交响乐四季，播放春天的时候，水的结晶像萌芽。听到夏天，结晶就变得茂盛茁壮。听到了秋天，就像草木枯萎，万物凋零。听到冬天的时候，真的就像结成了冰。这是听莫扎特的音乐，样子相当的精美。这是听到森林夜晚的音乐，水的结晶也像朦胧的森林。
玛丽亚·卡拉斯被誉为二十世纪顶尖的女高音歌唱家，她的歌声华丽而有光泽。现在给水来听一听，人们看到水的结晶也变得华丽，五彩斑斓，而且相当有光泽。现在水结晶的气质和风格和卡拉斯的气质风格几乎完全一致。再给水来听一听日本民歌，它的结晶如同樱花一样美好。现在再来听一听大都市的车水马龙和工地的噪音，水的结晶马上变成了这副样子。再来听听现在的流行乐、摇滚乐，水的结晶就相当难看，它难看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工地的噪音。看来疯狂而刺激的音乐连水都难以忍受，所以当我们看到现在许多人疯狂地迷恋着流行音乐和刺激的音乐，实在让人感慨，不知道这些人身体里的水分已经难以忍受到了什么程度，已经扭曲成了什么样子。如果他们还不知道，真的可以请他们来看看这些科学实验和照片。科学家证明，水不但看得懂文字，还看得懂图像。这是科学家在给水观看海豚的照片，它的结晶是这样的。这是观看樱花照片之后的结晶。这是观看莲花之后的结晶。这是观看绣球花的结晶，结晶的中间竟然出现了一朵一模一样的绣球花。再给水看大象的照片，水的结晶里真的出现了大象，这是大象的长鼻子。再给水看烟花的照片，水的结晶中竟然出现了五彩缤纷的烟花图像。这是给水看教堂的照片，相当的圣洁美好。这是给水看日本的寺庙，它的结晶出现了寺庙的屋顶，还出现了屋檐下的柱连绳。画一个新的形状给水看，水就出现像心一样的结晶。人心的力量如此强大，可以和谐一个世界，也可以毁灭一个世界。在这项科学实验的影响下，许多人开始进行另一项实验，就是用感恩和祝福的心念来改变周围环境的分子结构，来改变周围的物质结构。2003年7月25号，江本胜博士将一瓶东京的自来水放在办公桌上，并且拍摄下来它的结晶状况，可以说非常的丑陋和扭曲，然后打电话给几千公里之外的200多人，试验开始。这些人于是对着东京的方向以爱和感恩
这样最美好的心念，为几千公里之外的这瓶水祝福。结果，原来惨不忍睹的这瓶东京自来水，竟然完全改变了结晶的形状，变成了这副样子。人类伟大的爱心，不但可以超越时间，还可以超越空间。这个实验报告在联合国放映时，许多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个世界是有希望的，天地万物是能够和谐相处的。前提一定是人心要改变，只要人心变得美好善良，人类恢复伦理道德，人们坚信一切灾难和不幸都能化解。像这样爱和感恩的实验，早在1999年就开始了。实验的对象是日本第一大湖泊琵琶湖，那个时候它被严重的污染了，每到夏天，大片外来的水草覆盖湖面，腐烂而且恶臭，这种情况长达20年之久。这就是当时的新闻报道。1999年的7月25号清晨，350人聚集到琵琶湖畔，对着湖水开始祝福祈祷。这是当时97岁的岩谷信男老先生带领大众念诵感恩词。在祝福之后，结果奇迹发生了。1个星期之后，持续了20多年的腐烂水草莫名其妙地不见了踪影，湖水变得清澈干净，这种状态一直保持了半年之久。一直到第二年，很多的媒体还在报道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藤原湖的水，它的水结晶原来是这样的。经过感恩和祝福之后，它的结晶变成了这样。一次一次的实验，一次一次的证明，人心的力量真的不可思议。你如果还很难相信，我们再来看看刚刚发生的这个新闻。我们再来看一下勇敢的奶奶。7号，在英国城市北安普敦，一伙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试图强行闯入一家珠宝店进行抢劫时，一名老妇人挺身而出，靠手中仅有的武器手提包击退了歹徒。整个过程恰好被一个路人拍了下来。从画面中可以看到，一伙黑衣歹徒正拿着铁锤企图砸破这家珠宝店的展示窗进行抢劫。就在这时，从远处忽然跑过来一名身穿红色外套、手拿提包的老妇人。只见她挥舞着手提包，使劲拍打这伙歹徒。嚣张的歹徒显然被老人的勇气震慑住了，竟然没有还手，而是立刻跳上摩托车落荒而逃。其中一个歹徒在慌张中甚至从车上摔了下来，老人追上去又是一顿猛打。在闻讯赶来的警察和周围的路人的帮助下，这个歹徒被当场擒获。事发后第二天，这位老人在接受当地报纸采访时说，他看到歹徒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企图抢劫，这让他很愤怒，所以便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据介绍，当时企图实施抢劫的6名歹徒中，已经有4人被警方逮捕，而这个勇敢的红衣老人则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超级奶奶。Amazing, amazing. I mean, the courage shown to do that. I don't know that she knew much about it, but it's a very dangerous thing. There were six young men out there with hammers intent on doing damage and stealing. And yeah, to stop something like that is great. 就这个新闻事件，我们可以请教科学家们，谁能解释得了？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手无缚鸡之力，为什么可以打跑6个身强力壮的歹徒呢？他没有力气，那么他靠的是什么呢？那6个歹徒害怕的又是什么呢？科学家们解释不了，但5000年前的中国古人早就给出了答案，那就是
邪不胜正。80多岁的老奶奶靠的就是心中的那一股正气，这个心是纯粹的仁爱，纯粹的正义，它的力量就太大太大。古人所谓大仁大勇，没有一点私心，全是为别人好，才能叫大仁。没有一点贪生怕死，真能舍己为人，才能叫大勇。正像孟子这部经典里所讲的，什么才是大勇？反身自问，觉得不符合伦理道德，那么即使对一个贫贱的弱者也不敢欺负。反身自问，如果觉得符合伦理道德，那么即使面对千军万马也绝不退缩。这就是每个人都有的浩然之气，他至大至刚，用正义和道德来培养他，不损害他，这个浩然正气能冲塞于天地之间。和这股气相匹配的就是道德和仁义，但如果没有了道德仁义，这股气就没有了力量。像四书五经这些圣贤的教导，的确是人间的瑰宝，千万年之后来解释现在科学家都说不清楚的事件和新闻，人们听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正是中华文明对人类世界的巨大贡献。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面对这些新闻就应该有所觉悟，天地人间还是有真理存在的，自然规律永不磨灭。恶人们即使再有钱再强大，其实都不可怕，即使我们是80多岁的老奶奶也不要害怕他们，因为他们是邪恶的。人们应该相信，坏人是永远害怕好人的，这是天理。坏人也是一时糊涂，被欲望驱使，昧着良心在做坏事，他的人性和良心会让他不安，会让他常常恐惧，这就是邪不胜正的原理。因为人性本善，所以每个人原本都是正的善的，而邪恶是后天的污染，也就是狗不叫性乃迁。邪不胜正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邪恶的习气都是可以去掉的，因为这些习气本来没有，而每一个人纯正纯善的本性是可以恢复的，因为人性是本来就有的。所以邪不胜正更深的意思是，人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人性的，人都是能教得好的。这就是这么一个普通新闻所能告诉我们的真理，人心的力量不可思议。善心的力量如此之大，你看在水瓶上贴上合掌，水的结晶就像合掌，贴上印度教，水结晶无比的柔和统一，贴上犹太教，水的结晶也像这个标志一样美好，贴上南无阿弥陀佛，结晶就像护身符，这是贴上了耶稣基督水的样子。伊斯兰教唯一的真主阿拉有很多美德，给水贴上至圣的美德，这是全能的美德，睿智的美德，仁慈的美德，公正的美德。这些水结晶的反应好像比看到了什么都欢喜，都高兴，都美好。那么你知道这瓶水让它看电视是什么反应吗？这就是它的样子。那么把它放在电脑和网络前面呢？这是它的反应。
把它和手机放在一起又能怎么样呢？它是这个样子的。再把它放在微波炉上，它的样子就像氢弹爆炸一样。科学家用水做实验，只是用水举个例子，其实宇宙之间的万物和水是一样的，它们完全随着人类的心念发生着改变。比如许多小学生做实验，现在把水换掉，换成草莓，这是许多小学生做的实验。他们把四个草莓放到四个罐子里，分别贴上四个标签：爱、谢谢、空白、混账。一个星期之后，被爱的草莓依然润泽鲜红，被感谢的草莓只有三分之一变质了，没人搭理的空白草莓整颗都发霉了，而被骂作混账的草莓就像已经死掉了一样枯萎在一边。这些实验任何人都可以尝试，人的意念对他好他就好，人的意念对他坏他就坏。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福人居福地，福地福人居，这句话非常有道理。那么到底什么是福地呢？通俗的说，就是这个地方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很美好很吉祥的，而所有不好的人事物在这样的地方是很少见得到的，即使有也会很快的消失。说到底，福地所有的原因就是生活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非常的有德行，这些福气福报正是他们美好的德行和心念把美好的人事物感召来的结果。所以当人们的生活方式居住的地方不如人意的时候，绝对不要去怨天尤人，怪罪别人，怪罪外面，而应该反求诸己，看看是不是我们的德行还不够，不能感召来美好的人事物。我们现在看懂了，心存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人是最有福报的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物质的结构、分子的结晶一定非常美好，用科学家的话叫磁场很好，用中国老话叫气场好，原因都是那个地区的居民接受伦理道德的教育，人人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观看到这里，人们才明白，的确，人们的想法、说出去的话和所作所为，通通都是能量。这些能量如果是符合天道人道的，叫做善的能量；违背天道人道的，叫做恶的能量。善的能量能让你周围的一切更美好，恶的能量能毁灭掉你周围的一切。这个道理已经被现代量子物理学的科学家们证实，的确如此。这位科学家叫迪恩·莱丁，他是哲学博士，在原子科学研究所任高级科学家。他说，最高端的量子物理学认为，人的思想一直在影响和改变着周围的世界，所以人的价值观正确与否实在太重要了。What I think and the way that I behave has a much greater impact, not only on myself, but 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n it would if it was a classical world. So, from a very basic point of view having to do with morals and ethics, what I think affects the world. That's, I mean, in a sense, that's really the key for why a worldview change is important. 这位老科学家是威廉姆·蒂勒，他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们曾多次做过一个试验，请四个人用心里的意念冥想，可以改变水的酸碱度 pH 值。实验结果每次都能改变。Around which four
Very well qualified meditators, highly inner self-managed individuals sit, and they go into a deep meditative state. They cleanse the environment. They make it essentially a sacred space using their mind cleansing procedures and their intentions. And we start getting new phenomena. That is, the devices work. That is, the pH, which is normal, starts rising one full pH unit, if that was the imprint, or starts dropping. If you go one full pH unit or beyond, you're dead. I mean, that's what it means to a human. 这位是理论物理学的科学家弗莱德·阿兰·沃尔夫，他一再强调，人们的想法对周围世界会产生极大的影响。Do people, are people affecting the world of reality that they see? You betcha they are. Every single one of us affects the reality that we see. Even if we try to hide from that and play victim, we all are doing. 这位是迈克尔·莱德维特，他是爱尔兰梅努斯学院的教授。他告诉人们，你怎么对待世界，世界就怎么对待你。Whatever way we observe the world around us is what comes back to us. And the reason why my life, for instance, is so lacking in joy and happiness and fulfillment is because my focus is lacking in those same things exactly. 这位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科学家，叫约翰·哈格林，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工作，同时他还是圣贤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他告诉人们，人和万物都是相关联的，你和我是一体的。Is the fundamental truth of unity. At that deepest subnuclear level of our reality, you and I are literally one, one, one. 威廉姆·蒂勒教授再次提醒人们，周围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人类必须做正确的事情。他讲的很像是中国的老话，不能怨天尤人，一切都是自作自受。We are all creating the future. We are all creating what is outside of us. None of us are innocent in that regard. There's something out there we don't like. We can't really turn our backs on it because we're co-creators somehow or other. And we have to do the right things to try to get the future that is best for all of us. 科学家最后提醒人们，人类的想法和做法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周围的世界，因为我们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体的。I can influence my environment, the people.I can influence space itself. I can influence the future. I am responsible for all those things. I and the surround are not separate. They're part of one. I'm connected to it all. I'm not alone.Knowing that there's this interconnectedness of the universe, that we are all interconnected and that we are connected to the universe at its fundamental level, I think is as good an explanation for spirituality as there is. 人类和万事万物是永远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这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中国古人告诉我们，万物有灵，几千年之后的科学实验才让我们终于相信老祖宗说的是真理。万物有灵的意思是世间万物都是活的，都有灵性，山河大地、草木鱼虫，没有一样不与人的内心息息相通、息息相关。所以圣贤教育我们一定要慎独，慎独就是独自一人的时候尤其要谨慎小心，
不要以为你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胡作妄为，不要忘了你周围还有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这些通通都在看着你、听着你，你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把这些环境全部破坏了。这就是经典里面所讲的慎独更深一层的意思，而非常可惜，现在的人完全不懂这些了。人心的力量不但影响自己的身体，还在无时不刻地改变着周围的世界。人心要是好，周围世界的一切物质结晶都非常美好，表现出来就是和谐。人心要是坏了，周围世界一切物质的结晶都会非常丑陋扭曲，表现出来的就是磁场和气氛非常的不好，看不到和谐美好的景象。因为破坏了自然的结构，还会爆发各种自然灾害。如果要问为什么，现在通过科学实验，科学家们给出了答案：人心的力量每天都在改变着世界，自然灾害的爆发和人们的伦理道德有直接关系。到2011年的10月份，地球上的人口就达到了70亿人，不要说70亿这样的天文数字，就是10个亿的人们每天的想法、说法和做法，如果都是恶的，都是错误的，换句话说，违背伦理道德的，不孝不悌、不忠不信、违背礼义廉耻、破坏仁爱和平，那么它凝聚起来所产生的力量，对这个世界的破坏简直不可思议。就像刚才的水试验，同样的道理，如果把这个世界就比作那杯水，那么生活在世界里的人们，他们每一天的想法、说法和做法，也就是这些信息，如果是极差的、很恶的、违背人性的、不孝不敬、违背伦理道德，可想而知，全世界这一杯水，它的结晶将被扭曲和破坏到什么程度。所以天地变化、气候反常、地质性灾难，甚至各种意想不到的灾害也就不断的爆发。这就是人类在地球上每天都在进行的水试验。让我们来冷静地看一看这些画面，这就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人们每一天所散发出来的能量。科学家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能量块，身上充满了能量，我们说的话、做的事，包括心里的想法，通通都是能量，每天都在向外散发。这些能量如果是违背天道天性、人道人性的，当然都是极恶的能量，贪婪、傲慢、嫉妒、浮躁、怨恨、麻木、自私、冷漠、颓废、空虚、无聊、疯狂、欺骗、竞争、斗争、战争、恐怖、纵欲、堕落、无知、张狂等等，这些极恶的能量正在极大地破坏着我们周围的世界。相由心生，
境随心转，人心的力量能彻底地破坏大地的物质结构。这是最近几年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地塌陷的事件。在广东梅州市五华县祁岭镇，有一对老夫妻呢，人在床上睡着，祸竟然也从天上下来了。就在四号的凌晨，他俩住的房屋地板突然塌陷，两位老人连着床一起不见了踪影，生死不明。这起意外发生在梅州五华县祁岭镇三多堤大桥附近的一幢民房内。据逝者的侄子说，失踪的是两名七十多岁的老人，事发时正在睡梦中。意外发生后，五华县迅速组织公安、消防、国土、祁岭镇进行救援，并及时疏散附近的群众。记者在现场看到，发生意外的房间出现大约五平方米左右、三米深的坑，消防战士正在用工具小心地清理现场。由于现场环境复杂，特别是陷落的地点都是沙子，很难进行清理，救援工作非常艰难。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塌陷原因也在调查中。这些事件的发生非常突然，非常奇怪，科学家、地质学家都很难解释，在历史记载上也极为罕见。但是按照古圣先贤的教导，这些现象就一目了然了。人们所想、所说、所做都是极恶的能量，就是违背自然界的伦理道德。物理学也讲到量变到质变，这些极恶的能量汇聚在一起，就会极大地破坏周围的地质结构。所以科学家们不敢想象，数以亿计的现代人类如果用错误的价值观去生活，它所爆发出来的极恶的能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和环境将会怎样。所以全世界许许多多的科学家们相信，像这样的场面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人心的力量已经把自然界破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大地的结构已经被彻底破坏了。所以大地的沉沦、天灾人祸的出现和人类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和人类的价值观，有着最直接的、最密切的关系。所以科学家们提醒观众，当观看这些电影的时候，就是应该觉悟和反省的时候。如果仅仅把这当作是娱乐，那就实在太可惜了。我们还记得八十年代那几十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他们在联合国开会得出的结论，今天看来是相当明智的。解决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生存问题，只有中国的儒释道传统文化，因为只有在中华传统文化里，人们的念头、人们的想法、说法和做法才是符合人性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换句话说是符合人性天性的。他们发出的波动是善的波动、善的能量、善的信息，可以把人类世界带到美好、和平、幸福、安乐。所以，二十一世纪必定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世纪，因为人类走到现在，除了恢复人性、恢复和谐、恢复平衡、恢复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自己的正常的关系之外，
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经过无数次的实验，科学家们已经证明水能够看，能够听，完全能够接受到人们给它的各种信息，并且出现各种反应。就是说，水能够懂得人们的意思。其实，这个科学实验的结果早在3000多年前古圣先贤就已经知道了。经典上讲，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形象和环境其实就像今天科学试验中的水一样，它能够听，能够看，每时每刻都在随着你的心念而发生着变化。你心里发出的信息是美好的，形象和环境自然就美好；你心里发出的信息是邪恶的，形象和环境自然就邪恶。相由心生，境随心转，3000多年前这简简单单的8个字早就把科学家们千万次的科学试验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8个字讲出了宇宙人生的真相，那就是不但是人，宇宙之间所有的一切，植物、矿物、山河大地，它们不是死的，而通通都是活的，他们本来就能看、能听、能懂人的意思，这是世间万物的本能和本性。通过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人们明白了至关重要的一个道理：人类只有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才能使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始终保持美好的状态，而不至于被毁灭掉。因为相是由心生的，境是随心转的。所以看过水实验之后，再来看命由心造，福自我求，人们就会更深刻地体会到这其中的深意了。人类的命运真的是由自己这颗心造就成的，一切的自然灾害其实正是人类极恶的心念所发出的波动和信息造成的。所以天灾也好，人祸也好，其实根本就是一回事。人类这颗心要是坏掉了，各种灾难必将无法避免。古圣先贤的智慧是现代人所无法揣度的，他们发现了宇宙人生的真理，告诫万世子孙：贪婪心是毒，怨恨心是毒，愚痴心是毒，傲慢心是毒，怀疑心是毒。这5种有毒的心态正是一切灾难的根源。今天人类错误的价值观已经把人们内心深处的贪婪、嗔恨、愚痴、傲慢和怀疑引发到了极点。当灾难突然发生的时候，人们还在怨怪哪里来的这么多天灾人祸，仿佛毫无预兆。其实人们只要细心观察或者翻看最近的各种记录，就会发现人类身边的山河大地、自然万物无时不刻不在发生着变化。海啸、飓风、地震、洪水、干旱、泥石流，包括瘟疫和饥荒等等等等，其实都是预兆，它说明形象和环境正在发生着改变，正在变得越来越险恶。学习圣贤教导的人一看就会明白，这些都是凶相和预兆，说明人类的内心已经相当邪恶和危险。
因为有什么样的内心，就会有什么样的形象和环境。古人所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也就是说，人类的本性和宇宙万物的本性是一个性。正因为是一个本性，所以人类和宇宙万物是相融相通、息息相连的关系。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类和宇宙万物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分开。但是最近100多年，西方人发明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样的概念。翻看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说法。打开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唯物主义是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和人类的意识没有关系，它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人类的意识不能影响和改变物质世界，物质是第一性的，人类的意识和精神是第二性的。换句话说，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相比并不重要，因为只有物质才是决定一切的。但是今天的科学试验终于证明，物质和精神不但是无法分开的，而且人类的精神还会极大的影响和改变周围的物质世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有关统计，人类社会100多年来，在各个领域已经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理论和方法已经达到1500多项。当现在许多的中国人正在竭尽全力与国际接轨的时候，的确很有必要看看这个数字。西方的现代文明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他们发明和创造了许多的原理和原则，但最后他们又否定了这些原理和原则。许多曾经被认定是真理的东西，仅仅10几年的时间就被发现是完全错误的，而被淘汰掉了。而在伟大的中华文明中，无论是伦理、道德、哲学、科学，还是文学艺术，已经传承了至少5000年以上。如果是错误的、经不住实践检验的，早就会被淘汰掉了。比如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这简单的8个字至少就传承了3000年以上。它之所以能够万古长新、永不灭绝，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些东西不是古圣先贤发明创造的，不是他们想象出来的，或者说不是他们自己的思想，而是他们发现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和规律，借由他们手中的笔铸成经典，传承万世而已。这就是古圣先贤的教导万古不朽的原因所在。这是2011年最新出版的图书，叫做《念力的秘密》。这本叫做《找回祈祷的力量》。这本是无量之网，宇宙正在对我们说话。这些图书被认为是当今最前沿的科学研究成果，他们汇集了全世界相当有成就的几10位科学家的研究报告。他们还建立了念力实验网站，欢迎世界各地的科学爱好者登录参与。科学家们经过几百万次的试验，证明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只有8个字，那就是精神可以改变物质。还是中国的古人说得更精彩、更深刻，也是8个字：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西方的科学从诞生至今，耗费了200-300年的时间和无数科学家的努力之后，现在终于证明中国古人所讲的
才是对的。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相当的曲折，并且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最让人感叹的却是那些追随西方科学脚步的中国人。我们中华民族有宝贝，有智慧，但是最近100多年来，许多中国人却像又贫困又愚痴的乞丐，彻底丧失了民族自信心，迷信西方的一切。当今天看到像《念力的秘密》这些科学报告的时候，他还要感叹，还是西方的科学家们高明，他们发现精神原来可以改变物质。这些人哪里知道，自己的老祖宗早就知道这些，而且早就告诉后代了。非常可惜的是，大家根本就不看，根本就不接受。在这些人看起来，中华传统文化不过是过了时的茶余饭后的消遣而已。中华文明的历史，几千年上万年，其实就是一部究竟圆满的科学的历史。现代的中国人已经到了认祖归宗，重新认识古圣先贤，重新获得民族自信心的时候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知。